咱台湾的查某人哦，超过30岁以后哦，都无效啊。所以哦，吴思瑶我们50啦，177人没子绝孙的。都你看看那个上面影像，安西美，阿伯，阿伯是吗？今天不要来这边讲，回家去哎哎。他今天就对我来报道，来表示道歉，但是我认为不够。我觉得杨志良作为一个公卫学者，我认为他应该要对吴思瑶、对徐小清表达歉意。那你这样子明确跟他说，希望他道歉，他还是说不要。还没有回，还没回。我想说，你这是你的事，你自己要找他来讲话的。那你现在有没有很后悔找他？不会啦，就人生没有后悔药。这个事情发生了，我们就尽量的解释他，降低伤害，而且把这事情理清楚。